们现在在示范怎么调音哈。Oh,
有喝酒吗？有。喝啊。不然我们会没有话聊呢。你们刚喝很多吗？没有很多。啊？一点点啊。没有喝。我们刚喝蛮多的。有点不会调音了。啊。刚唱这首歌是来自部落里面的传统歌谣，其中有一首歌是在港口部落，我结识那边很多的兄弟之后才学会这首歌，然后把这首歌跟诗情类这首歌曲结合在一起做一个呼应。你看吧，你们没有喝很多。老师，可以调一下。那我们要唱比较轻快的歌了，可以吗？好，你们动一动哦。好，要动一动哦。如果你们觉得天气太冷的话，就站起来动一动。我们准备要开始嗨了。自己注意一下自己的脚步，还有手掌心。我们带这首《思念》。思念也是一首比较 rock 的歌吧。是，我不知道怎么唱。好了，跟你们开玩笑，还是一样啊。我们按照这个气氛哈，因为有雨哈，有雨，我们还有一点风，我们带比较抒情化意的歌，抒情不是私情哦，抒情一点的歌，好吗？好。那待会我们唱的时候当中。你们可以试着闭着眼睛，好，试着闭着眼睛来听这首歌，啊，这首歌歌名叫做《思念》，麻烦请掌声加尖叫。然后再给我十秒钟，我调一下音哈。Oh,
怎么了？起码解释一下吧。啊，好啦。好，这首歌曲叫做《思念》，顾名思义就是思念，不管是思念谁啊。像这首歌呢，是我的阿嬷教我唱的。那如果是推算到我阿嬷那个年代的话呢，就是她的先生去打战，就是那个时候是日据时代。所以他唱这首歌曲去说我的身边呢只有我自己的影子，没有别人，那我心里面什么都没有想，我只有想着你，我的爱人，我的家人，这样子。那如果是讲现在这个时候呢，可能在部落比较没有办法有许多的工作机会，那可能小孩子的父母亲呢都是在外地工作，然后是隔代教养，哦，阿公阿嬷带他们，那阿公阿嬷就会教他们唱这首歌，好，就是来思念自己的父母亲啊，希望他们看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。那阿公阿嬷也是思念自己的小孩子，这样子。好的，很好听吗？谢谢。因为阿美族的歌曲呢，大部分都是比较轻快的歌曲，那刚才的两首歌呢，都是比较抒情的歌曲。是的，是比较少见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？一样，我们再抒情歌曲。好，就带来这首。老师，我的麦克风 monitor 可以大一点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就带来这首《牧童之歌》。抒情歌啊，抒情的。好啊。好，那要借你们的双手了啊。我的意思说，帮我打拍子啦。山上
哎，不信你先发表政见一下，我先调音一下。今天中午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在，哎，我好像没有，哎，大家知道我们是什么团体吗？我才唱到三首歌，还不知道是什么团体。哎，啊，我们是嘎西烙咸猪肉乐团，嘎西烙是阿美族语叫做咸猪肉的意思。我刚刚有听到，哈哈哈哈，咸猪肉乐团有这么好笑吗？应该是很好吃啊，大家都有吃过咸猪肉吗？有没有？对，那我们乐团呢，就是味道那么重。咸猪肉呢，在我们的部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，对，因为这个东西也不好制作，所以呢，我们都会，在制作的时候呢，也算是在跟祖灵沟通，然后跟长辈们呢一起沿袭这个传统的技艺这样子。那我们呢也有创作自己的歌曲，然后搭配传统的味道合在一起，变成非常咸的咸猪肉。所以才会叫做嘎西烙这样子。嗯，那我是李信。哈尼。嗯，主任老师。杰任老师。好，哎，我已经讲一段了，我等一下才可以讲下一段啊。我们接着要唱这首歌呢。歌名叫做《手心上的加油》，也是呢，在我们这次四大运尤其做甄选主题曲的一首歌曲。那歌词的原创者也在楼下哈，地下室哈，是在地下室啊，他叫做温大侠。然后现在一直拿手机拍摄，现场直播是吧？然后他就，你要自己笑。然后呢，他今天坐在县长的位置上。那这首歌要推荐给大家，我们要请待会要请县长上来讲一下话，不用吗？不用哈，那我们直接唱了吗？好不好？啊，歌名叫《手心上的加油》。心情。
一心人想要唱一首英文歌曲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带一首百名酒。喂，那不是英文好不好？不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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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。哦，没。好了，开始了，好。哎，你们开心一点嘛。开心一点好不好？可以吗？稍息，来，自然一点，哈，靠背，靠背就好。先喝一下。哎，所以看不到你们，有可以麻烦打灯光打台下的吗？我们真的看不到下面，不知道多感人，已经赶走多少人，我们也不晓得。哦，有，看到你们，哎，有杯子举杯子，啊，好，哎。原来台上也有人啊！你们喝什么、啊？你管人家！不是啊，因为我们要互动，因为我要知道你们的程度到哪里，就是喝的程度到哪里，我必须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跟你们聊天。像我们已经喝的差不多了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还要克制一下哈、啊，要克制一下。你啦，你要克制一下。好，要唱什么歌？那个梅雨啊。好，梅雨啊。好，开始。对，就这样。To be close to you.
了吗？耶、yeah. 差不多了吗？到这了吗？有没有跟上我们的进度？哎，好了，当我没问。你们可以欢呼一下吗？为什么？让我拖浪舞吗？可以玩拖浪舞吗？从那边到这边，玩一下嘛。我们在台上也舒服一下，可以吗？哎，有啊。可以玩波浪舞吗？现在开始。没有的。吸烟区的。你们以前有那个跳过霹雳舞吗？这样传过来的。杰任老师，唱歌。会玩吗？啊，我唱歌好了。你们喝太少。
台下还有酒吗？我们台上没有了。你们喝不完的可以拿上来，我们可以再加五分钟，有吗？没有的话不要勉强，我们后台有。唱轻快的吗？好，唱轻快的好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都刚刚都唱比较摇滚一点的。那么就唱提示一下。好的。F 调哈。哎，我们都忘记这边有朋友了。来，我们波浪舞从这边开始来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唱。既然来到台东，因为我们从花莲过来，台东阿美族很多，卑南族也很多，我们必须要平均一下，唱一首。平均一下啊，歌曲要平均一下，我们大概十分之一的卑南族女的歌曲。奇怪，你们到底有没有喝啊？奇怪，我想很难沟通啊。做什么聊天呢？对啊，你们很难沟通啊。那你像我说，我带一首 Benz 的歌，你们都会咦？我们带一首 Benz 的歌，对嘛？阿弥阿弥呀耶佛
小声。阿公，阿公，你们可以合作一点吗？团结一点可以吗？我们要有那种气氛，要有那种氛围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阿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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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公。唱一首你们比较熟悉的歌好不好？好。你们都是台东人吗？不是。不是哈。那今天来台东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地方？铁花一。铁花村还有哪里？花莲哪里？哎，花莲哪里？我没有去花莲哈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是，我是花莲人。今天要去花莲吗？其实是乡代表。啊，我们花莲真的不太好，我连我自己都不喜欢，所以可能是在台中的关系。啊，明天可以。啊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新加坡。哦。我看你们电影好多哎，你们那个像。什么小孩不笨啊？什么小孩？还有什么那个鬼片不像鬼片的鬼啊？什么？你们导演真的很厉害，都吓不了我们。喂，不要得罪新加坡啊！不好意思，因为有的时候你们可以喝多一点嘛，我们这样比较有话。现在时间呢 ？OK 吧，还可以吗？现在几点？是，对啊。可能要调一下。十点零五啊，看时间。哦，那我们唱到二十分应该 OK 吧？没有问题。二十分可以哈。其实我觉得应该像雨婷那就跳大会舞了。哦，这样子，那就多二十分，待会你们就要多付100块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很喜欢讲真话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唱这首《万万爱台东》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就不小心唱这首歌，来了。我觉得这尤尼斯做的不太好，应该是我弹的这样比较好。你刚刚让我带太急促了。在午夜问路，我知道了伤心的谎。
把我们弄到晚场，不管是怎么样的状况，我们一定要第一场表演，好不好？错了吧？中文名字叫 Honey， 翻译叫做甜心，可以叫我亲爱的。他叫做李欣，他叫做金妹，中文名字叫做美女。啊哈啊哈啊，他叫做朱恩，他 keyboard 的那位。一直在放炮的那个陈楚文，给他掌声加尖叫哦！One night， 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就可能越唱越清闲。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对不起大家。你们都很开心吗？还开心哈。我们这台上师太 OK 了哈。都 OK 吧，没有问题吧。你们应该会原谅这台上表演的这四位吧，应该可以吧。如果你们愿意原谅我们的话，支持我们的话，麻烦掌声加尖叫加抓头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带来最后一首歌了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们好像encore太多了哦。那个，好，那就最后一首啊。好，那希望最后一首歌，你们都可以一起唱，然后想要摇摆就摇摆，
然后把桌上的酒都喝掉，因为服务人员亲比较好亲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然后如果喝不完，再拿上来给我们，这样我也比较省一点。啊，不好意思，震惊。回去的路上，如果还需要雨衣的朋友们呢，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索取。怎么了？我们还想唱，但是没有办法唱。好了，开玩笑。好，拜拜。好，那我们在面对舞台左手边还有我们23号办的周边商品，如果还想要购买的话，也是可以到我们的舞台旁边。那我们明天呢，一样8点到10点也有节目的演出。如果刚好要到吧台，再麻烦帮我们把。我们空杯空瓶再帮我们收到侧边的吧台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